专业户来了，航空专业户来了。嘿嘿，来了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？你好，老板。你那个机器呢？909X-2。不卖给我是吗？你给的太低呀、啊。我给的太低啊。这索尼卡座多少钱啊？卡座。上面这个是什么功放啊？上面的是收音头。收音头，下面呢？功放。哇塞，下面功放坏了。坏了多少钱啊？烧了550。差110烧了。对。上面呢？上面那个500吧。500啊。这杀羊的呀。那个机器不拿过来。我拿它干啥也没人要。我要啊，你不卖便宜卖给我啊。我都跟你说那件1000你都不干，我咋卖你啊？现在还是个安利家，这大插游戏的。这个机器很可以啊，没有被拆过哎。有鼠标吗？不是，鼠标没有啊。没有。这多少钱？带个盒子，给120。太贵了。放这吧。游戏卡需要反插。北京辉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。这房地产还在吗？你借我玩两天也行啊，那个机器啊。我出租金也行啊，1000块钱。这是打字器是吧？我都不认识。你这海淘淘这些好玩意都不知道干啥的，这是。现在出纸，这好像是个，这好像是医院的心电图类似的那种东西。心电图，地震局用的。地震局啊，地震局用的，那就是那个测那个地震啊电波啊。有点像那个心电图，是不是？我说错了吗？这真没带过来啊？先给你宣传宣传，你不带过来？这彩色黑白啊？这个都黑白。黑白不玩了。玩那个呗，那不好使的吗？那个不用，那个买不起，家里没地方放啊。这个爱华挺新的呀，这多少钱？两一百，真便宜啊！收音机不玩了，现在。那你收音机不玩，要不你带收音机？你那个机器我没玩过，这个我自己都玩过。这个彩色电视机也不行，也不好玩。哎，哇，这后头是木口子，后头是密度板的呀。上面是好的，下面是坏的。好吧。这是个什么牌子？风扇。这个对讲机这么多、啊，万用表，野生老白茶，光绪3年，那不几百年了。这是小米的吗？这是吸尘器什么牌子？米家的。那这是有线，不是无线的。有线的不好玩啊！这还有一台什么？喵喵机。不好玩，这个不好玩。